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。昨天晚上谁跟我说的？想老姑父了，真的，我掐指一算，一年半没去了。今儿天老好了啊、哦，准备上趟公主岭，先上早市买点硬菜。主要老姑父也想你了，给你打电话，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了，然后就看看老姑父去啊、哦，走，出发。买几个尖辣椒配干豆腐，不正合适吗？嗯，都匀乎点的。到那里，啥玩意儿？三十八。没有大肠的吗？有，大肠就剩两个。像这根是大肠，嗯，然后这里头还有没有？对，那里边的显热的是大肠，这两根。行，够不够啊？够了。嗯，这玩意儿不就是水煮吗？水煮干锅。嗯嗯。这个老好吃的。是啊。嗯。我就得它味儿好。嗯，行，来点吧。你头怎么？来点吧。行。给老姑父拿两瓶酒，这还有活珠子呢，不知道老姑父吃不吃啊？不知道啊，拿几个。哎呦，今儿这天太好了，一点风都没有。今天这天要吃点烧烤，你说前天安排人邵总吃烧烤，完结果整闷炉了。昨天寻思安排前女友吃烧烤，结果没吃上。今儿个适合，今天适合，完了我上宫岭了。上宫岭也不是一楼，一楼你拿正好。上宫岭不能吃烧烤，这都是老年主的。人家老姑晚上安排你吃烧烤呢。这整点熏肉得了，走。烙呢？先烙呗。这不也有烙好的吗？是不是没话？对，这块儿行。还有前场，我们家都活肉啊。嗯。没买过，买过。这个行。这行行，都那啥，喊了半天，嗯，行，好，喊了半桌，嗯，再来一块那啥，这块来，不，那太肥，来这块吧，行了，这就够了，行，对，有乐吃肥的，哎妈。啊，这好70，一斤都不少。你看这技术，然后饼呢30啊，啊，100呗，我扫。没带电话。啊，那我扫。我这不乐意要现烙的。那也不算，我有凉的。嗯。这个袋儿烫的那样式的。对。还是这样的。对你这个晾完了好吃啊。没那么多，就给他们烙，还重要。你让装一个袋啊。好嘞。有事儿，咱家吃就不用。你这不用。送你没问题，嗯。好嘞，走了啊，嗯。那走两趟去了，你又在那儿接我，我这都干进来了。你看这招手，我这刚等了10分钟了。这会儿修停车场。这不是又不是早让你过来了。啊、哦、啊、哦。这不这回就发过来，因为现在不让进车。啊啊！他也进不来，不过进不来。没那些停车位，原先。你看这么高的高点就行。啊啊！你要这么近，完原先不在这儿。原先就搁这印儿这儿。这印儿完了，有俩车还掉。对，这多好啊！对，这停车场这行。这能造多少啊？这个都是公用的，不用花钱呢。不用花钱啊！宫岭吃啥都有，这地方吃啥都有。你尝尝四平熏肉大饼吧。吃啥有啥，啥都有。这不二单元，这不正好吗？这人多的地方，啊，这停车宽敞的，行，这回行，这回比以前强。啊，那米饭的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哎呦，我收拾的挺亮堂啊，老公。亮堂。哎，你老公干啥都刷刷呀？啊，这屋收拾的。这咋了？酒都拿出来了。哎，这小鱼咋做的？都是这大六合的。你咋就咋这个这小鱼是吧？不好做。哎，说你这咋做？我也买鱼了，我一会儿我做我的不行。我的。能没能活。你看想吃肥的上这头，吃瘦的上这头。瘦能吃肉还是肥肉好吃？那就够用，一斤肉，10张饼，加葱。但是呢，盐够了。加葱。不要行了，吃完再上那边，先上这屋吧。
这照顾。来，来，先整白蚬子。抄一下子。来吧，今天是速成菜，这不就好一个了吗？白灼白蚬子，哎，把大虾直接堆里。是，那你他们要的咱们放个。海鲜酱油，这是我老姑姑喝的纯正三篓子，这里头不知道泡的啥玩意儿呢。来吧，撒了点，来点桂花香醋。白灼大虾先上去，放入嘎牙了。哎，水开关火，下入血肠，给它烫下来。来，那烫一下子，哦，就完事儿。盖盖焖15分钟，呀，关火关火，出锅。哎，东北名菜酱焖嘎牙子，有个当下手的是真行啊！这是我哥，老李家就哥俩，嗯。俺们这代就哥俩啊，这属于堂哥亲哥俩。不热下入豆芽子，哎，素炒绿豆芽，哎，血肠捞出来，血肠，来来来，哎呀，他差哪个菜了？就差个血肠了，哇，一切就完事儿。我小哥这刀工不咋地儿，能切下来不错了。不是，关键刀不快。刀不快，关键切血肠人那刀得刷刷的。是吗？这刚磨的，刚磨了一下子。刀不怎么搞的，有点崩了。那就是我做的。磨了一下子，磨了一下子。你放那边，老姑，要小哥弄他得了。小鱼不做了啊？那小鱼，小鱼不做了，那个大鱼做完了。我咋样？你这下趟楼，我这速度咋样？行不行？刷刷的，刷刷的。不愧是美食家呀！那是。切的太细了，我的天！那我还寻思出呢，人家都能切精毛精毛的。你可拉倒吧，这是大的块儿得了，来。哎呦我，今儿菜又硬了。酱焖嘎牙子，白灼大虾，蘸酱菜，这自己家园子里产的，我小哥从乡下拉回来的，整点白蚬子、血肠，主要是这个，这是四平特产熏肉，我配点素炒豆芽，整个熏肉大饼，嗯，来吧，这上我老姑父这就不能控制了，皮夹白了，开整。半两杯，哥。咱俩喝啥？满上吧，赶紧你尝尝我这人参酒。你少来点，我尝尝味儿好不好？老好了，一点怪味没有。点皮的还行。剩点腐味，给我老胡。这一杯，这一瓶没多少。一斤呢？啊，我再看一下，你能喝一些吗？我喝不了。能。2两、2两、6两。嗯。8两。这是多些两，这是8两多的。来来来。整一包，这一年半没看着我老姑父了。这大爷是身体不错，好像。欢迎来呀、
咋样？一点怪味没有吧？有度数。嗯。你这回吃菜吧。吃菜吧。嗯。对对。尝尝我这手艺。喜欢来啥就来啥。这咸的是什么呢？蟹子疙瘩。嗯。搞了什么呢？那个香油，我就得了这个菜。嗯。这桌子没事儿，这站起来够了。肉啊，不是，这是熏肉。我先那个，他跟那啥，跟那个，熏肉大饼，他俩是配套的。嗯，搁这饼夹肉，敢不敢吃？那些年那个饼也可以先吃了嘛，那咋吃都行。咋吃都行了。我吃我不夹，我就是一样想吃。老吴，我给你夹一张啊。哎，不用，你自己来啊。随便，我喝酒一般那个不是吃东西啊，就行，拿把菜。你哥们儿逗不逗？这美食家，我瞅着我就觉得这憋不消。那俩菜实际上是一个菜。嗯，这是我小哥带一个菜。啊，为了不是我本来也有娃娃菜，还准备炒个尖椒干豆腐。啊，完就不炒了。啊，嗯，不是那小鱼好。那里头你看，那小鱼羊肉、牛肉那里头。嗯，不给你拿啥，保证那到那啥，你就是来吃就行。能有三十多呀？嗯，我四十多了，四十二了，一会儿是吧？嗯，你俩谁大？他大，他52了，他就这时候他记得清楚。哎，瞅着挺年轻，二十岁，又50多了，52了他都。我52，他就42。他是染头发了，他不染头发，他就显得老。今天这收拾收拾，别说挺年轻，来吧，来吧，你这都52了，还不喝一口？来。52了，嗯，是啊，我10岁那年上自行嘛，嗯，来，两家爷你个个啊，嗯，我个个，来，哥，福相，这辈子福相，哎，原来不到半个世纪吧，差不多了，好像是的，咱70多了嘛，咱见面的时候得20多，那20不是太大多，接近半个世纪，大约就是没见面，25岁左右吧。哎呦我的天哪！75年到50年，将近50年，48年，那75年到现在啊。但是我认识，我见面我就认识。75年到23年，这不是差？那这互相50年，互相还惦记着呢，那是啊。我早就想上你家去。那太行了啊！那你早点回去了，要不回早了去。老师有5里地，今早上我就刷刷的。嗯，你老吴，我老吴身体特好，走没事儿。小哥，哪天呢？你陪老吴去一趟。你上我那，你溜达溜达。你这时间还没有，还完了呢。你不地都完事儿了吗？地种完了。哎，人呢？天地良心是。万物皆有生灵，咱们人呢？你来高包厢，我跟他见面了还做饭。来说，大哥，是啊，来，这叫工棚子，就这些人接半个多小时，那接半个小时啊，半个多小时。想长寿呢，精神疗很主要，天天有正能量，是不是？是。再呢，食疗美食家，吃点好的。嗯。再轻微的运动疗。啊，对。量体裁衣，什么10000步、8000步？嗯。我鞋穿的合适就是好鞋。嗯，对对对。来口大哥，没毛病。嗯，我小哥呢，你能招我就等一口粥呢。嗯，来吧，我太了解他。大哥没喝这么久，从来没看过。那叔叔来了，没有，上回我小哥喝2杯，是吗？上回喝黄罐粉吗？那是啤酒。中午两瓶，咱仨干了吗？那是白酒，白酒，啤酒，啤酒，啥啤酒啊？上回吃烤羊排，他喝2杯，没有，1杯半。没看见我说他这1杯2两，三哥，别笑，不能不高兴吗？嗯，这老李人是孝顺，我来大口，你看，嗯，还有节目跟老吴比不了，这真比不了，那我，就是你老说点，我不敢人放肆，嗯，我工作不行，酒还耍耍，哎呀，以后我一般场合，就这小口杯2杯就行。嗯，班长太多了。嗯，你听大哥话，这酒有劲呐，有劲，没完味儿。嗯，但是你说这些年吧，我把他笑了。我17，体育老师就到学校，师范老师。嗯嗯，这不当主任吗？没当上书记。嗯，哎，我们那校长最好了，我是出纳保管加会计。嗯，他当时，嗯，这小学，嗯，拾了场地。200多只小鸡儿，10个猪，都归我管，但是好啊，
校办工厂。你为啥检查？就是一个现在全国大检查，上面青山检查。嗯我一个黄豆粒包检查，这是人间正道什么？咱不说咋地，不是酒的问题，不是酒的问题，是茅台。对对。没有感情重要。是，这一生就一个红哥的半个世纪到头了，谢谢，剩下那都是辈儿喇了。谢谢谢谢。是女生能活多大岁？再活九十也不到五十。对对对对对。就大哥，你有正能量，就有一个半个世纪。跟你喝酒乐呵，开开一个，开一个。美食家，你就随时来老姑，我随时待命。上车，行行，上车，特别香。来，你到点来，你就到点。不，你给我到点。我下去了一口。啊，来，谢谢。喝，来。他那好酒。哎呀，三哥，好酒。这酒干了，干了。好酒。